看完了台湾试管婴儿之父曾启瑞医师每日一鱼的养生餐吃法之后，除了每日健康吃，当然运动也很重要。接下来运赏主播和曾启瑞医师要带大家一起来上上运动健身课，主播还向教练下战帖，来看看在魔王教练的特训之下会有哪一些爆笑场面的出现。而曾医师趁着客场中场休息时间，他还变身为舞王，首度公开了他的精湛舞技，体力还有肌耐力都不输给年轻人。主播豆中的独家镜头，快一起来看看。好，刚刚吃完养生餐之后，要来健康动一动。我们的曾医师夫人，还有曾医师，还有我们的王医师都来到现场，还有我们大家很多的同事，大家一起来健康动一动。曾医师，听说今天有个特别来宾，是不是？有，我们的健身教练在此。听说是个大魔王，待会我们应该有很多恐怖的特训。今天当小魔王要了。好，我们就开始吧 ，Go！就是我一说，抱歉，撑开来，脚尖朝正前。我就说我不要站这个位置吧，压力山大。先磨，磨好这医师的技术标准。哎呀，然后屁股往后坐。这医师真的有在练就对了。椅子往后坐，蹲下沉。屁股后推一点点，核心要对，核心要向下，核心是这样，要收，核心是没错。好，准备了，好，膝盖左膝往外展，一个左膝，左膝，二、三、四，加油，五，两万遍，一，屁股往后推，三，四，哎，很稳呢，不会了，不会倒哎，一，一二，二，三，四。肚子要收紧，对，好，肚子用力，屁股推起来，哦，屁股起来，好，是差不多，哎，哎呦，感觉，对啊，不然我给你换位，不要在他后面了，哎，来，前十步后十步，来，动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哎，脚再开点，一，二。三，屁股往后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好，停，休息一下。这我做一个，预备，右脚向前跨一大步，身体下沉，好像抬头挺胸，上半身跟脚成直线，手肘沿着你的小腿下去，碰着你的右脚踝，右手从左边一下钻出去，然后把身体打开来，眼睛看右手，哦，一。二，三，手下来，右脚弓起来，脚尖，屁股往天花板顶，要碰到天花板。什么？三，肚子用力，身体下沉，肚子用力，右边的屁股，一，二，三，什么脚？左脚向前走。怎么还有啊？用左手从沿着脚小腿一直到你的左小脚踝，这样吗？然后你的左手从右边一下钻出去。身体打开来，肚子收紧，眼睛看着左手往上延伸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预备。哎，把你的脚张开来，跟你的肩膀一样宽，然后手碰到地面，手往前走，手到像浮力体位就可以了。好，停住，好哦，把身体降到最低，坐式下脚，预备 ，Go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提到最高。起来了，什么？还有上下？是，好，然后右手开始摸左肩，预备，开始动，一，摸左肩，三，三，四，四，五，五，六，快，七，八，九，九，十，停，好，最后一个，对侧，右手对左脚，预备，离开哦，两下下，预备，动，一，二。一，左脚，好，哎，我可以耶。一年体验了好几关大魔王关卡，平常没在练的我只能关关举白旗，但做人要有骨气。来看看我向大魔王奏练下战帖。那不然这样好了，你在那个时候我坐上去就自己站好了，然后就结束了。三步，半
快起来，快点，一人做一半。真的，叶女士，快点啦，快点，快点，一人做一半。你先坐，你先坐，你先坐。我先坐。他手言不清，手言不清，赶快。好，我先坐。坐坐坐，请用。好，我要挑战了。请用力坐。对。真的。对啦。中场休息时间，来来来，独家镜头要带大家来看看台湾食管婴儿之父精湛舞技大公开。是高山青的节奏。啊，真的？对，很好，以中的线。不是很轻快，以中的旋律啊。嗯。啦啦啦啦！哎，没有，这是你跟夫人跳一支舞了，快点！我决定了，我决定了，我决定了。等一下哈，我们这边说。曾医师变身舞王，逗得员工们哈哈大笑，团队气氛融洽，默契十足。轻轻跑，轻轻跑。换了，好，慢慢跑。换我了，下一个，啊，下班了。换你，换你。这堂体能健身课大考验，台湾试管婴儿之父曾启瑞医师果真获得几霸婚，体力肌耐力可不输年轻人。所以我们就鼓励我们员工，你们去每天去，或者每两天去，我们补助这个每个月的月会。是，所以很多员工就去健身，每天花个一个小时半小时，我想是非常好。另外的话，有时候坐太久会累，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周末礼拜五提供。按摩，请那个按摩师来 TFC， 好，然后我们员工每个人半小时。右脚弯旋转，旋转放下，左脚左脚弯旋转，旋转好，换下一组 ，Go， 右脚弯旋转，走不同方向啊，左脚弯旋转，换下一组。不仅自己重视养生，曾医师也致力推动职场健康促进，鼓励员工们一起健身，还请来健身教练带着候诊夫妻们一起舒展筋骨活动，希望能够将健康养生观分享给更多人。TFC 健康动一动，主播出任务，成功。